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他曾经担任过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而且1984年呢是教育部特批的教授和博士导师，是第一届教育部哲学指导委员会的副主任，国家社科规划哲学评估组的成员，而且还曾担任过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的副理事长。那么现在呢，请热烈掌声有请我们刘鸿鹏老师。朋友们，我看到那么多人来听我的，自己有点感到有点很不自在了，因为我都不知道我会讲。过去已经不会讲，现在年纪大了更不会讲了。讲了几句，前面讲了什么我就忘了，后面再怎么讲也想不起来，所以可能是会比较乱的。我今天讲的那个题目呢，上次跟你们这里的负责人联系嘛，今天叫真相上的革命变革和现代转型。这个题目呢是一个比较不是比较大，是一个相当大的题目。所以真相上的革命变革嘛，就指的马克思讲真相上的革命变革了。现代转型嘛，就指的是西方哲学的转型。那个我这个电脑落了，实际上我根本没法看，到时候表示有个稿子在那里。那个就关于这个问题呢，我研究年头可能是比较长一些了。为什么会研究这个问题呢？因为我是研究西方这些，西方这些，而且主要是现代西方哲学。我们国家现代西方哲学呢，有这么一个过程。可能这里如果是哲学系的同学吧，来听可能我下面讲的这些可能是 A、B、C， 因为考虑到可能有些同学。不是哲学系的，可能有些历史情况不怎么太了解，就是这句话了。有些 ABC 我就必须要交代一下，我就不一定照电脑上面去讲了。我先说一下，那个如果大家有兴趣的，可以看我另外写的东西。那个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那个哲学上的革命变革与现代转型呢，本来我做我那个底稿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我有一个课题里面写的一个序言，那个课题就叫哲学上的革命变革与现代转型，是国家社科基金的1945的一个重点项目。这个项目呢，就是因为我1945做了一个项目，就是那个项目就是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现当代走向，也是谈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的。后来那个课题完成了以后呢，就接着做这个，就做哲学上的革命变革与现代转型。基本思想呢是差不多。这个如果说前一个课题呢，主要是提出一些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是提出了一些与我们哲学界可能不是那么相同，可能在当时看来可能有一些创意的观点。就后面这个课题呢，就进一步对这个观点呢做理论上以及历史上的一些具体的分析。所以后面这个课题呢是等于写一本19世纪的西方哲学史，这个西方哲学史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呢也包括在内，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外的西方哲学揉在一起讲，是就是做这么一个课题。这个课题吧，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大概2006年的，就明年可能人民出版社要出版的。那个前面的课题呢，这个书已经去过了，
就马克思主义喜好这些的黑帮的走向呢，是190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所以这基本观念，如果同我们这里有同学们有兴趣的呢，可以去看这个这方面的材料。因为我讲嘛，如果要照顾到了可能有一些不是这学系的同学，一些历史情况不是很了解。另外不光是讲了，我年纪比较大了，讲了前一句话了好后一句了，有时候想不到或者比较乱，就不我干脆电脑不看，算了，真的是想到哪里讲到哪里，一看了头就昏了，也不知道缓什么就混乱了。我再讲几个问题好了，为什么我先讲一下这个问题怎么产生的？革命变革与现代转型，这个大家都知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上的一场革命变革，这个几十年来我们都是这么讲。学哲学的人从哲学开始学嘛，小学课本里可能没有，从哲学就开始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也都是这么讲的。到大学做研究生也都在研究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好像是个老生常谈了，马克思主义产生是哲学上是一场革命变革，这个是无人怀疑的。关键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对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变革，是它究竟是怎么样变的，这变革的内容是什么，那它变的是什么东西，是吧？变革嘛，是针对原来的这些变的了，原来这些不一样，原来的这些是个什么这些，马克思主义这些，马克思主义这些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又怎么样从原来的这些去化对他们进行批判，而建立他们自己哲学的，而自己的哲学呢又是个什么东西，这个究竟怎么样具体解释呢？这个不是几年了，也不是几十年了，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一直都在争论，有各种各不同的解释。所以这个关键问题呢，就是对于革命变革呢要怎么样去做一个比较恰当的解释，要呈现研究。我所做的呢，就是呢，我认为呢，对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呢，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由于产生的那个西方哲学背景联系起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有全世界历史意义，它不仅仅是个西方的东西，是吧？它是在东方一样的事业，你比如说在中国，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世界性的，但是从它的产生来说，马克思主义的故乡不是在中国，也不是在日本，也不是在俄罗斯，是吧？也不是在拉丁美洲，而是在西方，在欧洲，在德国，是吧？马克思呢本人呢，他长期生活在英国，是吧？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英国度过的，写的书也在英国写的，大家知道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在英国写的，是吧？大部分时间就待在那个大英图那个图书馆，是吧？所以他这个那个背景呢又是西方的，你离开西方哲学背景来谈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变革，这个肯定是要脱离马克思变革的这个具体实际情况的，必须要产生很多扭曲的。所以我主张呢，应当要比较全面的研究西方哲学这个背景，这个背景究竟是什么？这个背景呢，既有马克思以前的西方哲学背景，又有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背景，是吧？在很长一个时期以内，对于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西方哲学，在马克思主义阵营里面或者在马克思主义者里面是并不完全否定的。
这个我们这年纪大的人都知道了，50年代60年代那个少就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那我们有很多专家啦，写赫格尔啦，写康德啦，那这里书很多，大家修赫格尔小逻辑啦，修西方哲学史啦，当时哲学系这方面的课都开的，所以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西方哲学呢，马克思主义者，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不管是哪一派，不管是持哪一种观点的，都并不完全否定。但是呢，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西方哲学，这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就基本上是采取一个全盘否定的态度了。这个呢，有很深刻的根源。这个呢，既有历史根源啊，这个国际上的根源，又有了中国本身的这个根源。这个问题呢，就比较复杂了。由于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这些采取一个否定态度，怎么否定的呢？因为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呢，就是意味着资本主义走向腐朽没落阶段。因为马克思主义这些嘛，是代表无产阶级革命世界观的这些，是吧？代表无产阶级革命世界观的这些产生了，你那个资产阶级这些你还有地位吗？那当然就是没有历史必然性了，那必然就是腐朽没落的东西了。所以那个逻辑就是这么定的。所以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呢，在马克思主义者阵营里面，肯定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的是不多，所以这样呢，长期造成一个后果呢，就是可以说100多年呢，都持这么一种反对态度，而这个再极端的呢，当时就是在中国，这个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1949年、1950年可能还没有来得及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到1951年、1952年的时候呢，当时的领导就觉得了，这个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不是传播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吗？那我们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了，啊，共产党的统治了，我们要树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那就应当要禁止讲授西方哲学，我自己讲现代西方哲学就不应当讲了。啊，这个过去设立的哲学系呢，旧大学的哲学系呢，基本上都是讲的当代现当代西方哲学，所以这些哲学系一即使让它保持存在的话呢，是有害无益，所以于是当时一道命令，把所有的哲学系都关门，都取消，就留了一个北京大学哲学系做总。就把一些其他学校的有名的教授呢，全挤到北大。不是说北大搞西方哲学的人特别多吗？并不是原来都是北大的，其他学校的人全去了。那一流的集中在北大，二流、三流的改行，四流的可能改造，是这么个状况。所以就没有这个学系了，那个有几年基本上就没有了。集中到北大这些人是干什么呢？你不是让他们去上课啊，这些人是要改造的呀，要改造思想的呀。那就是他们因为受这些西方这些的影响深，集中在一起休息啊，所以他们当时的工作一个是翻译，一个是研究西方哲学史，研究历史是可以的。是这样的话，有几年从1952年院系调整，把这些系减散，一直到1956年呢，你们年纪轻的不知道，1956年呢，在中国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转机，可惜这个转机时间不长。1956年的时候呢，当时呢，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1956年的时候呢，中共八大那个召开，那个八大里面的一个报告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中国的社会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的之间的矛盾，主要的问题是要搞经济建设。那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到来，必然也有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到来。
搞文化建设，人文社会科学也是需要的，哲学也是要的。所以到五六年的时候呢，中央决定呢，就办几个，重新办几个哲学系试点，这样的就挑了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三个学校呢，就成立哲学系。就是五二一取消以后，五六年就承接了三所。后来啰啰嗦嗦呢，到五八年啦、六零年啦，啰啰嗦像中山大学啦、南开大学啦、厦门大学慢慢就办起来了，是这么个状况。是这个是当时的意识形态的主要背景呢，我们哲学系呢只能够是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呢是只能作为批判对象。至于现代西方哲学呢，即使在五六年以后也还是不能讲的。这五六年以后成立的哲学系，一直到文革以后才开就文革以前，包括北京大学在内，是不能讲说现代，我们现在所讲的现代外国哲学的现代西方哲学都是不能讲的，因为这个是斗草，要讲的话是要斗害青年学生，这个不行的。这当时复旦大学呢，可能离中央远了一点，这个管的不是很多，就这样的话呢，就我们当时有一个老教授叫全真武，你们可能年纪些，可能有的人知道，有的人不知道，全真武先生，他就想了，他说这个东西应当讲讲嘛，那想了个什么名义呢？想来想去了，就是说干脆我们起一个名字吧，叫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批判。就赢了这个名字呢，以这个名称之下呢，稍微讲一点。他是这个这做事情讲的不是很多，反正一个讲一个学期，一个学期吧，一个礼拜讲两个小学时，大概也就讲三十多个学时嘛，这都是讲那么多。因为他讲课的时候呢，我正好那个时候是研究生毕业到复旦去了，后来他说句话，他说你就来。你再来干这个事嘛，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呢，他讲了一次以后，后来就是我接着讲了。所以我上次所以讲的是这个讲的课算是比较早的，就是六十年代初，我第一次讲的还是六二年，后来六三六四的，后来到六五年要是六四年搞事情就停了，六五六六文革就停了。就当时印的名义呢，也是现代外国资产也只有批判。不是说我们复旦大学有本事，不是这个道理。那个我们水平比我们高的人有的是，特别是北京大学又集中了当时全国最有名的专家，而且有些专家是有国际影响的，可以说是大师级的人物多得很。主要是他们目标太大，他们不能讲。我们小人物讲，人家不一定来管你，你这个小人物，你我那时候年纪很轻，他也不会来说你是反动秀去权威，那哪里是什么权威啊？我那时候才二十出头啊，他灭这个危险，他灭这个包袱，所以这样呢，就有这么一些有利条件呢，所以这个课程呢，这个修课呢，就在我们那里呢，算是搞得比较的早，但是呢，也是应了我刚才所讲的那个。名义的叫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批判。这个文革后来当然是学校后来都关门了，不招生了。到文革以后，文革中间有工农办学院，那时候呢我们也过去讲的是，正式到这个课程正式建设一门课程呢，是文革以后，就是开始改革开放。这个时候呢，哲学家的头脑呢也比较的清楚了。就当时我记得我们是1978年开过全国的西方哲学的会，在芜湖开的。我有一些特学院没有参加。后来第二年在太原就开了一次，专门开现代西方哲学的会。大家都觉得呢，这个讲西方哲学不讲现代是一点道理没有的。我们其他问题都要联系世界，要后进破古，要联系世界，要了解国外的情况。当时不是提及要三个面向吗？
要面向世界吗？面向现代化，面向什么？即使要面向世界，那为什么在当代世界的哲学又不能面向呢？又整个又要闭着眼睛不看呢？人家究竟是什么东西？一老也有所了解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连教育部的有关领导呢，也都同意了，说这个课程应当开。当时教育部管这方面的有一个师长，是当时高教师叫纪晓峰，他跟我也比较是熟悉，他一直到我在湖南开过这个课，那当时他讲，他说你再把这个课开起来吧。后来呢，他们的教育部呢是正式呢，开过一个会，这个因为我不是做头的，我也没参加，我们的当时湖南政协的人也有人参加的，就会呢正式决定呢。要编写现代西方哲学这方面的教材，这个教育部有这个规定。这个呢，应当说与文革以前呢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个是呢，因为我原来不是文革以前不是已经在那用现代外国知识成一批判的名义在那讲这个课嘛？这当时也有一些叫原始积累嘛，所以这样的话自然呢。就可以比较快的就把这个工作就着手做了，就所以在这个就那几年过程外面呢，因为是增大了几十年，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材料，就是那个你不管好坏，你总得要有一个东西啊，所以这样的话，当时就赶了一本书，就是现代西方这些，可能大家都看到的，就81年出版的这个本子。79年基本上完了，80年交出版社，就是当时呢就出了这个书，出了书以后当时还比较受欢迎的，但是在那一个时代，对现代西方哲学要不要讲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是也只是解决到这个程度，就是说在哲学系里面。讲西方哲学，除了讲到赫格为止的西方古典哲学以外，也要讲赫格以后的，也就是说与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西方哲学要讲，这个问题呢已经解决了。谁说这个问题的解决呢，要解决要从无到有的问题，编译这方面的材料了，写这方面的教材了，城市这方面的研究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刚才讲到了，在79年在太原开会的时候呢，就成立了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全国的学会，就组织分工来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刚才讲了，还是采取一个整，基本上还是全盘否定。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西方哲学，它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与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这个调还是这个调，你们可能有一些人没有看过那本《现代西方哲学》，但是肖杰前教授那本《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可能大部分大家都看过吧。那个肖杰教授的那个《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是文革以后的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教科书，影响是相当大。在那个以后去了几，据统计去了几百本，各个学校都在那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基本上是抄肖杰教授他们那个书的，去了几百本，但是影响还是肖杰教授他们那本书，但是即使那一本书在那个时候是集中了全国哲学界的那个。一些哲学家的意见吧，因为开了比较大的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我记得那个是在79年在昆明开的，全国这些的年轻一代一些老的专家都去了，城市马这里都去了，肖杰把我也叫去了，尽管我不是搞那个马克思主义这些，把我也叫去了，他叫去我就后来我知道他是有目的的。就后来他们书编成以后呢，因为小陈嘛
那时候以他实际上是我的老师一辈，尽管我没有听过他的课，因为我比他在人大，他是人大老师了，他帮助比较熟悉了。后来他说那个书别完了要交去吧，他说有话你来帮我盖个诗，你把我们的稿子整个的看一遍，那么所有能够加现代外国哲学的你全可能加，加了以后你再批。所以呢，这萧乾教授的辩证文物局里面有关现代西方哲学的内容基本上都是我加的，那加的内容呢都是采取一种批判态度的，是唯心主义的，跟马克思主义根本对立的，是吧？所以这个呢，我一直为这个事情感到不安。这个的的确确是感到不安，为什么呢？因为他那本书呢是全国流行的，那个是不仅是哲学系，而且是所有的其他部门的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文革以后都是看那本书，其他非教科书的非马哲教科书的人也都是抄他们那本书的，所以那个调子一定的话影响太大了，是我一时心里面也是很不安定，就是这个事情这个做了一个不好的事情。这个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那个现代西方哲学是在81年出版的，80年刚才讲定稿了，出版以后呢一下就销了10几万册，因为这个是个专业的书籍，不是那个辩证唯物主义啦或者政治经济学那种那个也很广泛范围的运动的，一本专业的书一下能销这么多，就可见当时的豆子文呢对这方面呢是感兴趣，因为原来都没有过，你管得好也好坏也好你只好买这个，所以他越是这样的人民基本上是每年都印，但是我自己感到我里面说的话这个说白话呀乱批一起的都是也是唯心主义的批判性的，就是批判，我就越是这样销得多我就越感到不安，我说怎么办呢？后来我就当个人民出版社讲，我说你们别用了，这个观点不代表我现在的观点，你们不能再用了。那不，你进去就不是害了人嘛，这样的。后来他们就也很简单，他说你不用可以啊，那你只有另外改一版，是这样呢，就逼着我去改了，逼着我去改，你要这么改呢？这个问题来了，因为。对西方哲学全部合并是100多年了，老祖宗都说过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有这方面的话，那是改起来是很难呀，要冒很大风险了，这个你怎么办呢？所以在那个时候呢，我当时是做过一个反正一个小朋友都讲了那个摸着石头找路过河嘛，一不变我也不是蛮干，也不是偷人下来，甚至在各个方面做一些试探，因为西方这些影响再大的再珍贵了，是哪个之流派呢？就是实用主义，这个我明天要讲的，因为现代西方哲学再珍贵之所以状况那么惨，被禁止，那个与解放初期我们毛主席发动对实用主义的批判。有世界相关，对实用主义的批判是1954年、1955年开始，那是全国性的，那个当时的报纸每天都是批实用主义，那个出实用主义的腐朽没落这些帝国主义这些举高唯心主义这些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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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我明天去讲嘛，不等这些的人呢、啊，没有哪个不知道实用主义的，反正实用主义是坏的。是吧？这后来我想呢，这个因为我秀这秀呢，就为什么这个话题又讲乱了呢？因为我别的倒是秀经济的，那就是武汉这个你们这里这个政大财经政法大学原来的政大财经学院的经济系，我再早是在湖南大学，在长沙，那个53年必须调整嘛，到最后一年在这里读的经济，后来为什么要秀这秀了呢？也可能与那个批实用主义有关系，54年批实用主义嘛，我们那时候年轻人好奇，你这么批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要想研究一个，好像你那么说那个报纸上每一篇文章都一样，
他说的都一样，还是你经过研究过没有研究？究竟什么东西啊？那年轻人嘛，就好奇，胆子也比较大，所以就找了一些书来看，看到好像不像这个样了，好像批判的跟那个书上讲的不一样了，或者这样干脆好像看看看看就有兴趣了，或者就去搞这研究哲学了。所以这样的话，我对世界也比较熟悉。所以到80年代时候呢，那个现代西方哲学，因为刚才不是就印了很多吗？我自己感到也有问题吗？所以这样的我就觉得呢，不妨把适应主义作为一个突破口，通过重新评价适应主义，再来研究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所以这样的话，那个85年的左右呢，我写过一篇文章，叫《重新评价适应主义》，那个就跟了原来的评价是对着干的了。适应主义不是帝国主义哲学，适应主义不是局部唯心主义，适应主义不是诡辩论，这个题目标题就是这样认的。原来是准备 IP 的，但是呢我做过心理准备，因为这方面的材料我的确看的比较多，我可以找出一些理由来的，我所以还比较有把握。画了以后呢，毕竟是改革以后情况跟过去不一样，还蛮受欢迎，所以这样的话呢胆子就大了。所以后来呢就那几年呢，就花了一些功夫呢，把原来的现代西方哲学呢做了一个修订，比较客观的介绍现代西方哲学，但是还没有直接去多探讨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究竟怎么样，譬如一个什么关系，我们也去多去讲。但是呢，对于一些传统的过去的那一种批判的模式。现代西方哲学就是唯心主义化，那形而上学长卷都是帝国主义法政哲学，这种提法呢在那个我的现代西方哲学的修订本里面呢已经没有了，已经不这么提了。这比较实事求是的西方哲学是什么，我就讲什么，至于与马克思主义取什么关系呢，我就未必必也不谈。为什么呢？不敢谈。你说当时呢既有政治上的风险，自己理论上呢也不够承受，究竟是一个什么关系，你要研究出一个道理去来，不仅能够自圆其说，而且要有充分根据，你才能够说话呀，是啊。所以这个我刚才讲不是讲那个重新评价适应主义吗？我之所以敢于写那个重新评价适应主义，是因为对适应主义那些主要哲学家的书我基本上都看过，人家要来批判我，我可以搬出来，因为毕竟跟解放跟那文革以前不一样了，我可以凭事实说话了。你说帝国主义是适应主义是帝国主义哲学，那我就可以跟答复啊，帝国主义产生的时候全世界还没有帝国主义，适应主义产生的时候，因为适应主义产生的是19世纪70年代啊，1872年当时美国哲学家皮尔斯写了做了一个修学报告，后来整理了两篇文章，适应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提出来，在那个时代没有适应主义，不是没有适应，没有帝国主义，没有帝国主义。那你说是你可以简单，你说他这个把整个帝国把适应主义就归结为帝国主义哲学，这个在历史上即使达成历史上也讲不通啊。那至于从理论上来说呢，我可以拿很多理论那个他们原来说的话来驳斥你，那我完全可以回答。譬如说我们过去说适应主义以及与适应主义相关的这些现代西方哲学都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跟唯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但是在被批判里面的有一个人，而且这个人骂得再厉害的一个人是谁呢？一个美国哲学家叫詹姆斯，叫威利詹姆斯，知道这个人吗？威利詹姆斯。那威利詹姆斯呢，他就写过，他写过本适应主义的书，那个书怎么样我就不去讲了，因为他也有一些很简单的东西。直到去年那个有一位领导观察做得不小的，他知道现在还在那批资产及法政哲学还是这么观点的，我就跟他说，我说老什么，我也不跟他去信什么了啊，我们好朋友，我说我建议你去看一本书了，你不要看一本，那一本书里面的一篇，
就是詹姆斯有一本书叫《彻底经济主义论文集》（Radical Imperialism）。那个这本书里面有一篇文章叫“意识存在吗？”啊，物质个意识啊，意识存在吗？那个书的文章的标题就是这样，就是这么两三个配置。基本观点是什么呢？詹姆斯说，意识本身是不存在的，意识是人的大脑的功能，意识是人的大脑的功能，那本身不是作为一种实体存在，而是人的大脑的一种活动。这个就是詹姆斯在物质与意识问题上的一个再根本的观点。这篇文章是很短，两个配置三个配置，但是詹姆斯一个很厚的书，譬如他成名的那个心理学原理，那如果翻成中文的话有100多万字。那个心理学原理里面的一个再根本的观点呢，也都是把意识当作人的大脑的功能。既然是这样，你说詹姆斯认为是意识派生物质，是为产生存在，这个是彻头彻尾的举国唯心主义，那个他我们批判的跟他自己所讲的好像不一样嘛，那就张三骂张三，理事不相干。他不是这么个观点，你这我们就乱批嘛，是吧？如果我就有这种根据，我就不怕人家的批判我。所以当时为什么敢于写那个诚信评价适应主义呢？就是有这个道理，就是因为这方面就是我看了。但是这个毕竟还只是一个拘捕了，所以后来这些年到那个现代西方这些修订版出版以后，那是90年出版了。90年出版以后呢，我一直在这思考，有几年基本上一篇文章都没写。那我一个朋友，你们也知道的，那个搞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徐成文，你们知道吧？蛮有名气的，好像就徐成文呢，知道这个人吗？谢谢，他是再早传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而且换到哪里说，还是在北京，人家提到你刘焕成，人家刘焕成哪里的人呐、啊？这个人谁啊？人家都不知道了。你把我好几年都没有写文章了，但是也没有吃干饭，也没有干，也不是说偷懒了，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究竟应当要怎么样来对待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我在那里做一些比较，可以说是比较艰苦的研究，既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是什么东西，又研究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是什么东西，还要研究我们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当时讲的话是怎么讲的，以及后来讲的话是怎么讲的，要研究这些问题。这个呢，是我耗去了我很多年功夫，大概到1985年左右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换言了，是吧？我讲这个东西呢，如果把这个讲清楚呢，下面的那个大的问题呢，你们就比较好理解了，是吧？这经过很思索以后呢，我当时写过一篇文章，就叫做西方哲学的近现代转型与当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哲学发展的道路，标题很长，写了个后面像那个论纲，因为是不是一年写的，我花了很多好几年功夫。这个开始85年的时候呢，有一个校报，一个不大的小小的校报画的，影响不是很大。当时人民大学的报刊资料到他也全文转载了，但是影响不是很大。而且那个我也觉得那个写的不是很清楚。后来那个天津社会科学一再找我，还是刘老师，你能不能给我写文章？后来我答应了，后来在那个文章在他们画了以后，一下子引起轰动了。这个什么轰动呢？我的一些老朋友，搞马哲的老朋友啊，搞马克思主义这些老朋友，他们我不讲他们名字了，他们都很有名的，在中国马哲界是都是一流人物。他们也没写文章批判我，为什么呢？不好意思，好朋友。但是画出来了，他说如果刘焕同的观点能够成立，那我们搞几十年马哲都是白搞了。
这个话我倒听了不是味道了，这个好像我在反马克思主义了，好像这个人。那他说他没有批，我当时提两个，因为那个文章是里面提我光是讲到那篇文章，文章也不是很长，10000多字，但是几乎每一个字我都花了不知道多少功夫的，因为怕人家抓辫子，但是又要把观点讲出来，讲了两个什么观点呢？一个呢，那个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化，不是简单的由唯物主义转向唯心主义，形而上啊辩证化转向形而上学，或者进步转向反动，不是这么一个变化，而是哲学思维方式上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型，是类似库恩所讲的那种那个范式的转化啊，类似库恩所讲的范式转化，这个不是从进步转向反动，而是进了一步，是西方哲学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个论断呢，过去没人提过，他们现在看了都害怕了。因为马克思不是讲的，恩格斯不是讲的，列宁不是，没有一个经典作家这么讲过，哲学家也没这么讲过，他说你这个胆子太大了，是吧？这个是一个，这叫西方哲学从近代到现在，我一般只用到哲学转型了。转型了，这就叫现代转型了。这现代转型的根本观点，我个人观点就是从近代到现代呢，就是一个不是从跟你刚才讲了，不是从进步向反动的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辩证化向形而上学，而是哲学发展上整个西方哲学发展上的一个大的变革，一种大的变革。这个是一个观点。另外一个观点呢，西方哲学的转型与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革不完全是既有原则区别，但并不是绝对根本对立的，在根本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在超越近代哲学上，或者是在超越传统哲学上，在使哲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上，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与西方哲学家所实现的这个变革叫殊途同归，就是这两个观点。这两个观点提出来以后，当时因为这个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一些研究是完全相反的。后来他是因为我是一些当时用的时候现代哲学思维方式，近代哲学思维方式，我说如果按照现代哲学思维方式的观点去理解的话，你就对于现代西方哲学你就不可能全部否定了，你对近代哲学呢，你也不可能像过去那么评价了。那近代哲学与现代哲学的关系是现代哲学超越了近代哲学，不是转向反动方面的。那个跟马克思主义呢，它既有原则区别，但是在超越近代哲学上面呢，又可以殊途同归了。在这样的话，当然了，我那些朋友，演讲马哲的朋友，当时不是年轻一代的，这个就确实好像这个，因为他们原来的观点都是好像马克思主义这个西方这些是根本对立的嘛，那现代西方这是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的，都是互相摸到，都是这么个观点嘛。那你这样就完全对立的话，完全给他反过来了，那不就是说他原来什么几十年批判的不都不对了嘛？所以这个呢，所以这三方的僵持了几年，当时一些年轻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同志的话呢，是比较同意我的观点。国片年纪大的，特别是东北地区的几个学校，高青海啦。那个沈阳的那个陈昌树他们，还有辽宁大学的了，黑龙江大学这一帮人呢，基本上都支持的。不是刘方明讲那个有道理。一些年轻的哲学家，包括你们呢，第三届的欧阳副书记，这一帮人都支持的。这后来过了几年了，这个观点呢，大体上呢，是好像大家现在都接受了。这个我们现在像那个现在在北师大，原来在人民大学的
现在也就是中央那个搞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工程的那个秘书长，那不是那从去年开始不是中央搞那个要编写几本马克思主义的教材吗？这些方面嘛，是由教育部的副部长袁贵仁领头，党校系统嘛，原来党校的副校长杨群贵领头，那个科学院系统嘛，由中国社科院哲学社的所长李景元领头，他们三个人领头，然后集中了全国的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来写这一本，写一本那个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材。杨庚现在在北师大的，他参与这个工作的，但是他就写过了，他那个题目就叫《马克思是现代西方哲学家》，他标题就是这么写的，是吧？所以现在年轻的这些研究马哲的观点呢，我现在是赶不上他们的。他们比我走得快得多了，因为我年纪大了，老了也没什么新观点，提出来以后也就是为了那么一些东西，再讲不出什么东西来了。所以他们现在发展的更多了，是吧？所以但是这个原来这个工作再早嘛，是我可能是做了一些事嘛，这个可能起来一些促进作用，是吧？这个来历呢，我上面呢，我就把这个讲这个问题的来历呢，就是这样。这为什么95跟45？包括415，我都可能做这行业的工作。主要是我觉得我们在中国研究和学习西方哲学，都应当要适应中国的环境。我们如果仅仅是学西方哲学，跟着西方人跑，西方人怎么讲，我就怎么学，是吧？我们国配的老前辈过去提过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老前辈叫陈康，早就逝世了。但是我们中国人学西方哲学，要是西方人也觉得不懂中文，是个很大的遗憾，也不看中国人的。那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研究西方哲学应当比西方人研究的还要好，还要好这么研究呢？但是陈康先生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也要按照他们那样，完全按照他们那个模式研究的好。但是在这个观点呢，我既赞成又不完全赞成。我既赞成他那个精神，就是说我们研究西方这些要原汁原味，不能够我需要什么就拿什么，需要什么他本来是白的我就说他是黑的，那不行。他本人的观点，西方哲学的观点本是什么东西，我们应当就按照他的本来面貌来对他们的观点做出解释。所以这个呢，要多做的很多个案研究，对西方的某一个各个具体流派，各个流派里面的具体哲学家都应当做具体分析，不能够笼统跟他以一本概念去套啊，这个人就是什么主义，那个人又是什么主义，那不是那么简单的，是吧？西方哲学家都是有个性的，对，他们研究哲学话跟我们也不一样，他们不搞什么有什么好像什么标准本了，没有这回事。老师带学生的观点，如果是抄老师的，这个老师就会认为你这个学生没有出息。你应当要有新观点，他们是抢救要个性，要有创新，我们是要把全国统一的范本，就是这个是对的，你就按照这个效，这个呢，当然就有一些必然会产生问题。你像我们的哲学教科书一样，现在我们批判过去写的那些哲学教科书，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那当时这些教科书出版的时候，那不当时的领导一说这个都是对的正确的嘛，你们必须按照这个模式修嘛。但是到后来看看，那我们现在看，那当时的不对呀。所以你这种完全按照一种模式的呢，是有问题的。所以呢，就对具体的哲学家，对具体的一种哲学，都应当有一种呢具体分析的观点，要有一种那个发展的观点，要进行个案研究，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在我们中国这个条件之下，除此以外呢，我们还要研究这种哲学在中国怎么样发生影响。因为中国有自己的文化，有中国的文化传统，外来的东西输到输入中国以后，是不是会水土不服了？能不能适应中国的这个社会环境呢？要研究。那你不能把外来的东西简单搬呢，不行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不仅要适合中国的传统，也要适应中国的现实。中国的现实是一个怎么样的现实呢？中国的现实，中国现在是一个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啊，这个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思想文化，那党章宪法都规定的清清楚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所以一切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中国都不可能行得通，而且呢不可能产生积极影响，那一定要与要正确处理与马克思主义这些的关系，怎么样对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或者是对促进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有帮助。但是呢，这种促进帮助呢，又不是呢对西方哲学产生扭曲，而是对西方哲学进行如是的研究，实事求是的研究，看看他们能不能促进马克思主义，对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帮助，是吧？这个要把这个两方面结合起来。所以，这我感到呢，是怎么样把西方哲学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是我们中国哲学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应当说呢，那个最近这些年呢是做得不错的，像我们那个一些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那譬如说。你们华中科技大学的那个欧阳康，他最近就出来一套书《当代英美哲学》，他的西方哲学也研究得不错了，与他同样差不多的各个大学里都有，像复旦大学，像吴晓明他们呐、那个中山大学他们都有的，各个学校的像那个欧阳这种情况都有的，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但是对西方哲学呢，都有很深的理解，这个是年轻一辈文革以后成长的这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但是在过去不这样。过去呢，在各个大学里面研究西方哲学的人是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不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呢是有原因的，这个呢我就不去多讲的话的说的很多，是吧？这个也不能完全怪他们的，他有他们的难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人呢，也不想去研究西方哲学，因为如果你弄得不好的话呢，也有威胁的。所以基本上呢。互不相干，井水不犯河水，你讲康德的讲康德，讲赫格讲赫格，讲马克思讲马克思，好像根本上不相干一样，是吧？这个还是好的。有的学校的呢，搞西方这些，搞马克思主义这些的呢，人事关系都搞得很紧张。这个有的是不止一个大学，两个大学，搞西整个搞西这人搞马这人都是对立的，对立起来，关系搞得很不好的。你看不起我，我看不起你，都说了一些很不应当说的话。过去这个情况是比较普遍，但是这些年随着这些年轻的一代成长呢，这方面的状况是有了很大的好转。所以我个人的话，这个呢是这点非常重要。所以呢，我是一直提倡这个一二十年呢，怎么样？因为我原来是研究西方哲学的，但是有时候在马克思主义之前，我也插一句，插一句的目的呢，不是去凑热闹。是我总觉得我研究西方哲学呢，对马克思主义这些我应当要也同样要有比较深入的理解。你不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你在中国要深入研究西方哲学，你不可能产生很什么大的积极作用的，就是我刚才讲的。所以一时机头呢，把这个两种哲学的研究呢给它结合起来，所以呢就产生了革命变革革现代转型这个持久性的研究课题，就从1985、1995、1945这一二十年我都在干这个事，都是研究这个东西。所以你要讲什么东西吧，我就你要讲得很具体就比较难，也不可能有那么多时间去讲了。我刚才讲了，因为
同志们有兴趣的话可以找一些有关的材料了。现在除了我以外，其他一些教授们也写了不少东西，有的比我写得好，那个后来居上那有的是了，是吧？所以我强调的这点了，就是我们年轻同志呢，您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之后呢，要了解马克思是西方人，是在西方背景下提出他的学说的。那在我们学习西方这些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在中国人，我们要真正中国的文化传承，我们是在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一定要把西方这些研究呢跟马克思主义这些结合起来。主要还不只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个理论本身问题。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产生的，而西方哲学就是产生的土壤是在同一个土壤上的产生的，在同一的背景下产生的。既然在同一的背景下产生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呢是可以说是错综复杂，错综复杂必然有很多共同的地方。至于他们后来产生对立了，为什么根本对立了，这个原因是非常复杂。因为今天你们下面的很多可能不一定是哲学系的同学，我就不一定专门从哲学上来讲得很松，我简单提几句啊，看看能不能好懂一点。西方哲学呢，我先讲讲近代哲学，为什么现代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是哲学上的个别变革，为什么现代西方哲学是对于近代哲学的超越，我简单把这个道理说一下。讲说因为这个我在我的文章里面很多地方都讲的，书里面都讲的很多的。近代哲学是个什么哲学呢？近代哲学一般是我们称笛卡尔知道吗？那个数学家、物理学家，这个哲学生都知道的，从笛卡尔到黑格尔这个时期的哲学呢，我们一般呢，这大致上啊，你笛卡尔你也可以比笛卡尔更早一点把它推到文艺复兴，那也可以的。这个不是那么很严格的，一般呢是指笛卡尔到黑格尔这一段时期的哲学。这个时期的哲学一个什么特点呢？一个再大的特点是强调理性，人的理性呢、啊，人有良知啊。人能够认识世界啊。笛卡尔当时把这个提出来，我们现在看的好像这个不小孩子都懂的吗？哪一个人他没有理性呢？这个还要你讲吗？这个还上得上什么哲学理论吗？不对，在当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为什么呢？因为在中世纪了的欧洲呢，天主教占了绝对统治地位，因为人呢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启示呢是高于理性，一切要以神的启示为标准。什么是真理的标准呢？上帝怎么说的？那上帝我们见不到谁说的啊？那教会呗，教皇怎么说的？教会的真教教义怎么讲的呢？完全是以真教教义为标准。所以那个时代呢，可以说是个门楣主义的时代。但当时的门楣主义不是绝对的，也不是说那个时代不是所有的人呢，好像所有的人都不讲理性，因为这个倒也不是那黑的那个样。但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呢，在欧洲中世纪呢是真教神秀，真教神秀呢是抹杀人的理性的，是抹杀人的理性的，把神的上帝的启示呢放到第一位的。所以当笛卡尔提出良知啊，就是人的良知是每一个人所都有的，非常公平的生出来就有的，把这个作为他提出他作为他的第一原理的时候，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勇敢的一种论断，那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呢那么提倡理性呢，是不只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所以当时很多学者呢异口同声，以不同的方式都来称颂理性。所以从这个时候是这个时代呢，用西方人就叫做理性的时代。人靠什么呢？靠自己的理性。世界是什么样子呢？
不是哪一个神父告诉我们是什么，是而是我们自己去认识。所以这个呢，与当时世界自然科学的发展呢开始产生了有密切关系，开始产生而且有一定发展。因为华子理工大学是搞科技的，应当要懂这种历史，应当知道啊，这很熟悉的。是啊，那个当时伽利略啊，这些人呢、啊，那卡普勒、伽利略啊，这些不是都是在那个时代产生的吗？世界自然科学靠什么？是靠上帝吗？它不是靠上帝啊，靠人的理性呢、啊。人怎么要经过试验啊？怎么要用理性思维去认识世界？是吧？所以理性呢被提高到第一位啊。我还是特别是当时在数学呢已经有一定发展了，而数学推理呢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你不相信的人也得要相信一加一整个是第二，不会是一加一等于三，是吧？那个一些很抽象的问题通过数学解析会非常很明确。所以呢当时把数学知识呢数理知识呢就理想化了，是理性是绝对的，理性是绝对的呢，就是整个社会呢应当是一个理性的社会，国家呢应当是一个理性的国家，所以一切呢世界上的一切都应当要放在理性法庭上面，由理性来审判，理性认为你这个根据理性认为这个是对的就是对的，是错的就是错的，强调了理性。应当说强调理性，你说这个有进步吗？有非常非常大的进步，但是呢这个把理性罪的话呢也有很大的毛病，这个我下面再讲。一个是讲理性，倡导理性主义，这个时代是理性主义时代。还有一个呢与理性相关，理性相关的只是人的理性，人应用自己的理性干什么呢？你认识世界啊。这样的话呢人与世界的关系呢就脱出来了，具体与客体的关系呢就脱出来，变成这些一个真相问题了。这恩格斯不是在那个霍尔伯哈那里讲的吗？也讲那个思维与存在的问题，只有经过那个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以后才明白起来吗？就这个道理啊。当时世界自然科学发展强调理性，这样的认识人的问题了，人怎么样认识世界，具体的性质、对象的性质、与客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具体与客体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呢也变成当时哲学上的一个再中心的问题啊，也是当时世界自然科学的一个中心问题。所以这个时候的哲学呢是一种以认识人为中心的哲学。所以当时呢西方哲学呢你认为比化石的意思，化石的变化或者根本性的这些思维方式的转型，这个叫什么转型呢？叫认识人的转向。认识人的转向呢举客二分，具体和客体分得清清楚楚，什么是具体的客体，客体怎么样跟具体相对立，这个举客二分呢不就变成二元论吗？二元论，我在讲二元论呢就是广义的二元论，广义的这具体和客体是分开的，具体不是客体，客体不是具体，他们之间关系怎么样。所以这个时代又是一种举客二分的时代啊。从另外一种意思呢还可以说呢是一种以这个具体性为以人的具体作为一个根据作为一个基础的时代。一般哲学上面用一个名词叫具体性形而上学，这具体人的具体放在第一位，这个与整个社会呢是也是相关的，与个人与这个西方的所谓个人主义呢也是相关的。我也讲过个人主义的时候，我们有些人你在宣扬个人主义了，不是这么回事。这个西方的个人主义不是从这个自私自利利己主义这个角度上来产生的，开始产生的时候不是这个意思，它是强调人的个体。这个呢你们现在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叫市场经济了。那个过去马克思不是用市场经济，他是用商品经济了。那个商品经济一个再大的特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面一开始就讲了，那在商品经济一个基本条件要有买者要有卖者要有市场，在市场上买者与卖者是完全平等的。一个商品拿到市场上去买，我有商品卖给张三，你张三
他可以买你的，他也可以买我的，他也可以不买我的，他有自由啊，他有自由。如果我要强加于人啊，这个我这个东西明明是假货，你回头要不口，那不叫商品，那个不叫市场经济。既然你通过市场交换，等价交换，那就是要买方与卖方是自由的，只有包括劳动力买卖。所以这个工人受压迫，受资本家压迫，在西方社会里面，在外表上是平等的。我资本家要雇佣劳动力，我找工人，我在市场上找工人呢，你的工人，你我去多少钱说，我去200块一个月，你来不来？你高兴来你就来，你不高兴来你拉倒，你走，那不是很自由吗？是吧？所以表面上的自由呢，掩盖了实质上的不自由。马克思是这样讲的。但是呢，这个毕竟表面上在话力上，它是每一个人都是自主的，每个人自主的，这个就叫做主体性，有自主性。所以每一个人都从个人的区划去思考问题，这样的就变成一个个人具体中心，具体中心论。那譬如我认识，我这是眼镜，这个对我来说，这个是个眼镜。可能在对一个其他动物来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它不一定是眼镜了，啊，可能对一个小孩子说，他根本不知道眼镜，哦，这个你这片玻璃哦，或者那个对你，另外一个说这个好做一个玩具哦，因为具体不一样了，它对象的性质呢也不一样，是吧？这个鼠标是个塑料的，啊，我用电脑的时候，我用得着。需要用鼠标点，我知道它是相对我来说是鼠标，但是它不会电脑的人，你这个是什么玩意儿？跟我一块石头一块什么东西有什么区别？没区别，所以它就对象的不同意义呢，往往取决于你这个具体的性质，具体的性质不同，对象的意义呢就不一样。有一个哲学家曾经举过个例子。譬如说雪，你们的雪都知道，雪的分子是爱吃鹅亲家养，这个我们现在是知道这个是个常识啊，但是野蛮人知道吗？他不知道，他没有这个概念，是后来自然科学发展了，又和后来自然科学发展了，知道血像任何其他物质一样都是由分子构成的，是吧？这样的话，它的血的意义呢，跟原始人的血的意义呢，就不一样了。血本身并没有变化，但是它作为对象的意义呢，变化了。所以近代哲学有个这个观点：认识活动创造认识对象。西方哲学家一般都是这么认为的。啊，认识活动创造认识对象，这个并不是说从我们头脑里面，我在平根抓取的，比如说他倒了一杯水了，啊，我现在喝水，这个水我因为口渴，啊，这个是饮料水，是吧？这个就有这个意义了，啊，如果水我现在不渴，啊，它外面的一个雨水，对我就没有这个意义了，就是你在不同的取景之下。不同的situation之下，啊，不同的场合，具体的地位不一样，性质不一样，对象呢意义就不一样。所以呢，你要建立一种形而上效，必须你要从具体去化。所以呢，具体性形而上效呢，这承揽近代哲学的一个，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所以你觉得理性主义也好，二元论也好，具体性形而上效等等，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啊。来讲近代哲学，而近代哲学这个产生呢，对于相对于中世纪哲学、古代哲学来说呢，都是有很大很大的进步的，应当要肯定的。这特别到后来到赫格尔啊时代，赫格尔不讲大家都知道辩证画家了，那应当他的辩证画是非常丰富的，这个我就不去讲了，是吧？但是近代哲学呢，也有很大的问题。问题是什么呢？就把理性绝对化了，把所有这一切一绝对化了，正确的就变成荒谬啊。比如说
你们所有的方面都讲，我不可能来接的对你时间讲，我得讲那个理性来讲啊。理性是一切评价一切的标准，理性是万能的。所以当时的社会呢，当时很多西方思想家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个理性的社会，而理想社会呢就必然是理性社会，这个社会呢是好得不得了，是吧？但是现实社会是不是一切都好得不得了呢？不是啊，啊，所以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时候，当时十七、十八世纪那些启蒙思想家，比如说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德国的启蒙思想家，特别是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对理性社会吹得天花乱坠的时候，在以后不久，大概是19世纪上半期，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1815啊、1816年，英国第一次发生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啊，那个经济学上的年，你们不是个学过这些年学的吗？经济危机产生吗？很多人破产啊。另外经济危机一产生呢，又连带很多其他那个现实社会上的很多缺陷、弊端，甚至是罪恶也暴露无遗了。但是这样的话，原来理性社会不是个理想社会啊，那理性社会有很多弊病了，这个社会是不合理啊。后来随着这个资本主义生产越来越发展，无产阶级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阶级以后，不是依赖于这个资产阶级的作为一种呼应力量的时候，成为一个自主独立的阶级的时候呢，这个利害关系呢就越来越明确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有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那不是在像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作为第三等级的成员，第三等级包括资本家，包括无产阶级，而那个当时领导力量是资产阶级啊。啊，这后来到19世纪以后的情况就变了。于是就产生了资产阶级跟无产阶级斗争了，矛盾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就在这个背景之下出现的了。所以你理性社会呢，你把理性对的话，那马克思后来说批判的无产阶级就是要打破的社会，就是要打破那个推翻这个社会，就是那个理性社会。因为那个社会实际上就是把一切都美化了，一些现成的一切都是合理的，都是合理的话呢，剥削是合理的，资本家压迫工人也是合理的，什么都是合理的，那行吗？那所以这个从社会背景来说不能这样说，从认识上来说呢也不能这样说。是不是理性就是一切呢？人一切人就是人的本质就是理性吗？这个时候呢，到19世纪之后了，特别是自然科学，特别开始心理学开始产生了。心理学对人的研究，那是过去是没有的，那发现人的这个意识活动是非常复杂的，有本能，有情感，这些情感本能与人的理性呢不一样的，而且这些非理性的活动呢，可他们的重要性对人来说呢可能更重要。原来的理性主义这些呢，没有对这方面没有充分估计到，而在19世纪呢，有一些哲学家呢就估计到了，就强调人的活动，强调人的情感意志，而人的情感意志呢与人的行动呢又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吧？就产生了这么一些哲学家，这些哲学家强调人的活动，强调人的行动，强调人的情感意志，这个对于传统哲学来说呢，你是大逆不道了，你批判理性主义，所以我们过去说他是算他们的唯意志主义啊，主观唯心主义啊，就只有这么批吗？实际上呢，他们是对理性主义的一种超越。你们都知道，过去我骂得一塌糊涂的那个叔本华，是吧？那个叔本华知道那个唯意志论呢？其实叔本华这个人呢，一中联网，他是不是唯意志论？是唯意志论，但是他是不是否定理性呢？他不否定理性。那他那个再典型的那本书，你们现在都可以看得到，他们书也好看，不过他那个书就是啰里吧嗦，像我现在讲话一样。那就讲了要讲，我就啰啰巴嗦的。他这个基本思想呢，在科学范围里面，在日常生活里面，理性是有用的。但是，从人的整个者来说，理性是受人的情感所支配的，不是理性支配情感，而是情感支配理性。人的欲望、
人的情感是比理性更加根本性的东西，对于人的存在说更加根本性的东西。这种体系化在当时是人家认为是大逆不道了，不能理解了。但是后来到二十世纪，很多哲学家都接受了。到那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有一个心理学家，你们都知道，弗洛伊德，知道吧？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对心理学的研究是大大丰富了人的心理这个获得的这个范围。从广度都从深度来说都有很重要的贡献，是吧？他不有那个利比多吗？啊，那个这个我就不去多讲，你那个弗洛伊德来讲，弗洛伊德也那个这个一个人就可以讲好几次，那个都比较复杂，啊。但是弗洛伊德这个有个根本问题，就是非理性的活动，人的活动除了理性层面以外，在根本性的基层的活动是非理性的，这个。而且弗洛伊德因他这种主张去治病，或者他是个医生呢，是个精神病医生呢，那经过试验证明，而且弗洛伊德后来一点一些修饰呢，又发展了他的学说，在某些方面就做了一些改进，这方面有科学工具了，有科学工具了。所以你传统的理性主义称，不管从科学层面说，从理论层面说，从社会层面说，都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后来十九世纪后来的一些哲学家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不能简单来说他们就是用唯心主义批判唯物主义啊，一行恶上下批判辩证法，不是这么回事，而是看中了近代哲学的一些缺点，要把哲学推向一个新的层次，研究非理性活动，研究人的世界，强调世界，强调行动，啊，强调世界，强调行动，啊，强调生活，啊，不是哲学呢，不能限于一种教条式的观念、循观念的研究，而是要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相结合。这个是近代哲学很多流派，你们哲学系的人可能会知道，比如说。什么有什么人本主义哲学家，还是科学主义哲学家等等等等的，这个讲起来很复杂，你们那不学哲学的人不一定会知道的清楚。但是我可以简单来说的话呢，新当代西方哲学里面，不管是哪一种思潮，啊，比如说英美分析这些里面，就是维特根斯坦、罗梭这些人呢，或者更早的马赫啦，或者更加早的肯德斯、门塞这些人呢，或者人文主义哲学里面。早的叔本华、尼采、贝克森这些呢，或者比较好的一点点活塞的海德格尔等等的呢，他们所有这些人呢观点啊是各不相同的，而且有时候是彼此不相迎，但是在有一点他们是相同的，反对传统的形而上学，反对传统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而强调现实生活与世界，强调现实生活与世界，他们可能不用这个名词，可能另外用的其他名词，或者说的方法呢、方式呢，一定是不一样。你比如说胡塞尔，大家都知道现象学胡塞尔吗？听说这个人吗？对吧？现象学本身它是要胡塞尔是要搞一个体系的，是吧？他要把这些变成个科学，搞了一个结构体系的。但是呢，他后来还碰到麻烦了，到后期呢，他要返回生活世界。这个生活世界就是要现实生活世界，海德格尔的早期跟晚期不一样吗？这个海德格尔太难了，讲起来没不是底下人讲清楚的。他海德格尔晚期那个讲的那个在，那个在是就是一种活动，不是一个实体，不是一个杯子本身啊。比如说我现在喝水，这个就是一种在的方式。啊，就是指的这个过程，而不是指这个杯子，也不是指我这个嘴巴，是吧？是指这个过程，是吧？这么要站起来了，他就是这他讲的那种活动，这个不是一言两句能讲清楚的，所以他不是讲再者，说再者，那就是某一个精神的东西或者物质的东西，而是讲再本身，
在这是个动名词或者个动词，不是个名词。这个一讲就悬了，我不讲这个啊，不讲下去啊。那这个呢，这个一个很抽象的名词呢，它也表达了这么一个思想，要不是去玩弄这个抽象的一般的概念，而是要讲究具体的行为行动。摘起来呢，摘呢，在每一个具体场合呢是不一样的。那我们经常现在引到什么哪一个层次啦，或者引哪一个什么，也很那新名词很多，特别后现代里面的新名词，我是跟不上的，一跟了就忘了，有很多名词。那实际上都是讲的那个具体的一种那个perspective， 那 perspective 话这个都我用的再多，就是哪一个叫做，反正是那个你具体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你就有不同的环境或者叫境遇。或者我们现在还叫时髦地方是话语，哪种话语，哪种语境，哪种语境下，那个它都有不同的意义啊。这些语境、话语等等等等，讲起来好像是个语言问题，它实际上呢，就是个人的生活世界问题。你就维登格在后期，他是个语言哲学家，那一个话的意义就那个说话的方式，他没早期的那个。逻辑分析，他那个讲那个逻辑语言，那个标准语言，后来不改掉了吗？那日常语言的意义就在于它日常语言的硬化。那硬化那就是你在不同的具体环境之间有不同的硬化，这个都是跟具体生活、具体的这些生活联系起来的。分析哲学家是这样，那个非分析哲学家，那所谓科学主义哲学家也好，人本主义哲学家也好等等。那个这些名称有很多很多，那个提法，欧美哲学家和大众哲学家，这个个人的提法不一样，但是都有这么一个趋势，强调现实生活与世界，强调世界标准，强调世界标准。而这个标准就是马克思再早再明确再全面阐述的标准。在什么地方会把它弄搞我看你们这个，我是主张了，你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了，你先别看了这厚厚的几十万字、上百万字的书，你看看会有办法弄搞，一共就两腿子吧，就这么几条，你把那几条好好看懂，基本上就懂了，就基本上差不多了，就基本上差不多了，来，因为马克思讲的就是他的，就再肯定的就是世界。就是世界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它不是变成一个那个具体的讲那个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而是讲的世界的唯物主义。马克思在那个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面，这个你们不是哲学系的，你们不要去看，这个很难看的，那个书比较难懂的。他就有这个话呢，说这个纯粹的自然主义，自然主义，纯粹的自然主义呢，就是讲。就是我们教科书所说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个客观物质世界，那个就是纯粹的自然，与人不相干，没有人他一样的存在的。马克思不是这么个观点，这个不是马克思的观点。马克思是不是承认这个存在呢？承认了。那人类产生以前有没有自然界？是有啊。这个太阳系不知道是存在多少亿万年了，这个不仅马克思承认，所有的西方哲学家都承认。但是我们人所认识的自然界，不管是哲学讲的那个自然界，还是科学讲的那个自然界，都与人相干，离不开人，是相对于人，它这个意义是相对于人和存在的。所以马克思说纯粹的自然主义就等于唯灵主义，唯灵主义那不仅是唯心主义的唯灵主义，那是不能设想的了。纯粹的自然主义，纯粹的自然离开人的自然就等于无，没有。你们不信，你们去找了经济学这些手稿来看，说得清清楚楚。这个就是马克思很早就明确表示的。马克思后来那个在吉他剧作那本，然后那
不光在毕业的时候讲到的那个霍尔巴哈论稿里面，他就提得很明确，他都是强调那个人的活动，人的世界的意义，是吧？所以世界的观点，人的现实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哲学的一个最根本性的观点。为什么我们七八年那个世界史中里面标炳讨论会产生那么大的意义呢？根本问题是因为这个问题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问题。你这个问题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全局也就破了，你其他问题都是次要的。是不是把世界放在第一位，现实生活放在第一位？在这一点上，西方哲学家用不同的语言也表现了这个观点，所以我说他是殊途同归啊，是吧？所以我当时不是我们刚才讲到那个85年86年那些那当时的文章的时候，也是这么写的时候了。当时也就是因为看了这些东西，如果人家要来驳斥的话呢，我有话回答，不怕，就这么个道理。当时就那个是经过看了很多年的书，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呢，我想再利用这个机会要讲一下。那你们要，你只有这么要回应，因为人家都说啊，那个过去的教科书啊都引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很多话呀，啊，过去的教科书你看每一章每一节都引了马克思恩格斯很多话，那个马克思对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他也是批判的，马克思特别他同时比较早的叔本华，那个恩格斯把他挖苦得不得了，是乎于隐忍的胁迫思想，隐忍啊，隐缩啊，胁迫思想，那个马克思同时代的一个新康德主义者叫朗格，朗格这个人呢，一参加工人运动的，跟马克思、恩格斯的好朋友，他是搞新康德主义的，这个但是恩格斯在霍尔巴哈论里面看到呢，新康德主义。保留的康德是康德这些增加再不值得保存的东西，是吧？这个再不值得保存的，这基本上否定的东西。那个马克思骂肯德是骂得更加挖苦的。那个巴黎公社以后，那个叫巴黎工人是怎么样？那个肯德又怎么样？把这个政治把他骂得一塌糊涂。这些话都有啊。你们要看过，假设你们看过材料了。因为这个前景我不是提倡说马哲西哲要比较研究啊，要搞这个要西哲的要研究马哲西研究西哲对西方这个呈现研究吗？当时开了一个全国性的会，当时我是那个教育部那个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利用了一点职权，就跟教育部打了个报告，是不是开这么一次会？教育部开始还不同意的。后来我说那个这些马社的老专家都在，那个黄兰生，小钱不是小钱不是病了很多年嘛，他也参加，很多都去，你们放心好了。那次会开得非常非常成功的，当时会上我一个老朋友，你们可能会不知道，研究西方这些的北京大学一个陈其伟，你们知道这个人吗？陈其伟吧。陈其伟，我应当向大家推荐这个人了。他跟我同辈，也是同年。他研究西方哲学应当跟你比我好多。这个我不是在这里吹他，49岁的时候他比我强。这个人是非常有学问的一个人，但是呢，他一个大缺点呢，就谨小慎微，他不愿意发表文章，就是人家就不知道了。他我这物业化，他你叫他去吧，他也不肯去。有几人是，要创造条件去吧啦，发文章，他就是不肯的。你要他搞，他也不去的，就这么一个人，有点怪。这个的确有学问的。因为在会上，我们两个人发生好朋友聊了。后来我说，老陈，你给我们写篇文章，因为我们那里有个刊嘛，我说你能不能写篇文章？他当时也没有答应。后来等了几个月以后，他写了份长信给我。那长信实际上是一篇文章，那长信是写的什么东西呢？是就是他的标题是叫什么？我写了一下这个文章，
时的荒岛哪里去了啊？不想记不得了。他是大当场实践的，是这个他叫好像是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怎么样对西方哲学的评价？他这个那个内容是这样的，我发在《学术月刊》跟我一篇文章同时发的。我电脑里面有，我就想我现在电脑关掉了，我就不知也不去查它了。是大概是2003年，你们去查《学术月刊》查得到。他就把那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怎么样对西方哲学全部否定的那些话，统统列出来了，统统列出来。然后呢，就说的他的是，他不是说他观点跟我相反，不，实际上我们的观点都很奇特一致的。他就说这些马克思、恩格斯这些话是不切实际的，就是不符合实际，就这个客观情况不一样的。他因为当时那个马克思恩格斯对同时代地方的都否定，好像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因为马克思在极大场合讲了很多话，用的要怎么样实事求是，他说这么对这些人就这么骂的。后来嘛，他那个球就抛给我了，写了个信要我回答。你叫我怎么个回答话呀？这个是难呐。这个说信我就迟迟没有回答，我那年也是到美国去，在美国待了几个月，我就想了几个月，就是正好像我女儿那里，那个后来回来一直在想这个东西，后来又看了一些材料，后来我给他另外又写了一篇了，我那个标题好像叫做《以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之家对西方哲学的否定性评价》，大概我这个题目可能是这样的。后来这个两篇文章呢，《学术月刊》同时发表的，后来《新华文字》《中国社会科学文字》都转载了。那个他是把那问题提出来，我就给他做了一种解答。做了解答，这个解答实际上也是我很多年都研究的这个问题，这个违背不了的呀。你要对现代西方哲学重新做出解释，那是老祖宗就一直在那骂的，列宁骂的更厉害。但是也不是列宁开始，马克思就在那骂了，那你怎么办？那你说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错了，那你对了，哪个有这个胆子啊？这么讲，是吧？后来这呢，后来我找到根据了，找到什么根据了呢？恩格斯自己也讲，有个表示了。那这我当时是这么解释的呢？这我想呢，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对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全部否定批判他们骂他们的时候在什么时候呢？基本上在19世纪40年代，就是共产党宣言出版前后这个时期，一直到1871年巴黎共识，就这一段时期骂得再厉害，这一段时期以后就不骂了。这个为什么这个时期骂呢？那道理很简单，因为当时马克思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他们有一种认识，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是穷途末路了，资本主义的上阵已经敲起来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马上到了，要到了。而且呢，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呢，不一定是在个别国家，而是在同时在一些发达国家会取得胜利，这个大家都知道的啊。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下的结论是这么个结论呢，当时他们对形势的判断是这样的，资产阶级已经完蛋了，那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到来了，那社会主义革命时代已经全面的到来了啊，所以这就是那个共产党先最后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干什么革命呢，退换资本主义啊，是当时是根据这么一个判断，在这种形势之下，大敌当前，在革命这么一个革命时代，学他们怎么可能去设想代表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在所做的工作还有什么合理性，他不会去想这个事啊，他没有去想这个事情呢、啊、他根本不去，他不去关心这方面的事情呢、啊、所以你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对他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家批判的骂的都不是从哲学理论上骂的，基本上都是从政治上骂的，那道理很简单，当时我要把你
退化嘛，我要他们是做无产阶级革命道士嘛，要退化资本主义嘛，在这个时候我要说资产阶级的好话吗？这个不可能的事情了，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事。但是后来他们变了，变了什么呢？因为资本主义并没有马上退化呀，资本主义并没有马上腐朽没落啊。那四八年革命以后，就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德国的资本主义是飞速发展，那是一个非常强势发展的时代。英国、法国也发展到非常非常高的水平。这个时候正是所谓产业革命时代，产业革命时代全面到来。像产业革命再早，在英国，接着法国，然后德国。这个19世纪下半期这一段时期，正是产业革命全面开花的时候。那西方资本主义的不仅没有灭亡，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得到了很大的发展。那所以在这正在这里，但是马克思那个时候1880几年就去世了，恩格斯是1896年去世的。这恩格斯在逝世以前，在跟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写的一篇序言里面，有一段非常非常重要的话，我的电脑里本来想念一下的，我现在也不去找了，没时间了，这个我都记下来了的。那个我那个文章里面，我刚才讲的文章里面也有的。恩格斯就讲了，他说我们当时呢是短兵相接的时候，48年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现在我们想到了我们错了，是吧？为什么错了？因为德国是在正是在那个以后就化成了一个资本主义的强国，英国跟法国又得到了多么大的发展，是吧？当时我们是一点想法，从现在来看是很幼稚的。这是恩格斯在逝世以前写的，这个白纸黑字写在那里。过去我们都是大概也不是大家不知道这个话，可能这个人为是不是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背叛，可能人家不敢讲罢了。因为这个有啊，恩格斯这个人不难找啊，现在看来了，恩格斯这个话应该是讲对了。人高呢，然后你再联系马克思后期写的一些关于美国的一些短文章，美国写了很多文章，当时对美国的资本主义非常称赞，认为甚至对当时的垄断，是他们也用垄断这个词，用那个联合的生产方式，联合的生产方式就是用的我们后来讲什么托拉斯啦，那个时代叫做托拉斯啦，就是那个大的集团，就我们现在讲，就我们现在的叫跨国集团的更大了。那这种生产方式离共产主义就一步之遥，就是为这种联合生产方式的产生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的性质，为共产主义的到来更加接近创造了条件。这个观点跟原来40年代到70年代的观点也不一样。另外，关于理会斗争，马克思在80年代，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在90年代，恩格斯都强调了理会斗争的重要性，就要强调跟应当要这么要多利用理会，利用这种合法斗争。而这个在40年代也认为这个是搞改良主义，这个不对。就他们也许看法到后来呢，因为情况变了。原来的判断呢，他有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无产阶级革命道士他们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们一切理论都是实事求是，情况变了，现实情况或者变了，他们理论呢真正做跟着要做一些重要的修改。学得不是神仙，一下可以预料到后来的发展，是吧？所以到后来以后的资本主义化的情况呢，那个40年代、50年代那个时候，就是与共产党协议那个时代那个不一样了。所以后来他们很多观点呢就改变，是吧？但是呢，恩格斯逝世的到1896年就逝世了，所以他们知道这个时候呢，他们都没有来得及去重新系统的思考，在哲学上思考如何去对待。
同时代的西方哲学的西方哲学家的问题。但是他们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有了明显的改变，这个是千真万确的，是吧？所以这个这一点呢，我倒是花了不少功夫呢，是做了做这个研究。所以按照这个观点呢，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我就刚才讲的了，就是那个野摊马克思恩格斯怎么对，为什么是做否定性回答，就是不能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他们当时去批评这些西方哲学家的时候是不实事求是，那倒是很实事求是，因为那个时候大敌当前，我管不了你这么多，我首先是要批倒你，是吧？这是列宁为先为批也是这么个背景。所以关键问题是我们怎么样看的，这个是我讲到这里，我在这里我不知道是不是讲清楚了。再讲一个问题，我完了，再讲一点，就我们现在一般讲马克思主义这些教科书，那消遣篇的也好，过去爱世界篇的也好，过去狩猎篇的也好，都是这个是马克思主义这些教科书，马克思主义这些这么个体系。现在嘛，当然有很多人提出异议了，马克思主义不是体系主义，不是这么回事了。那个我们这些教科书体系呢，一个主要来源嘛，来自于那个斯大林那个列根导师四章二诫，变成我们历史文学那一届，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老生常谈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究竟应不应当搞体系，这个至少现在那个哲学界也在还在争论。那我个人是比较否定搞体系的，那否定搞体系不是说不要写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这些书，那譬如写篇文章，你要有个体系吗？你要讲逻辑吧？那我老是批评人秀生，那我文章拿过来，我说你的狗屁不通，你的前言不搭后语，怎么写的？是吧？你整个你要一些文章，你前面一句什么话，后面一句话，你整个要你要思考思考。因为文章也要逻辑，那你讲马克思主义这么那个不要逻辑了，不要体系了。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呢，那马克思主义当然要体系的。但是呢，马克思主义哲学呢不是一种体系哲学，不是在近代哲学那种建立一个像赫格尔似的全面完整的每一个领域从宇宙到什么什么的一套完整的体系。马克思从来没有这个想法，马克思也没有写过这种书。那有的人说，哎，不是有，那你这错了，恩格斯的反动理论不就是一本很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这些著作吗？那可能就这么说，恐怕就歪曲恩格斯了。恩格斯自己讲的，因为当时反动理论是这么写的呢，因为窦林呢是冒充工人领袖，贩卖了一些东西，搞体系的哲学的东西，他要建立一个严密完整的体系。恩格斯呢反对他这样做，马克思支持恩格斯的工作。恩格斯只有在反窦林的自己他也讲到，为了要批判窦林，我不得不跟着他走，他谈什么我谈什么。所以那个体系不是恩格斯的体系，是窦林的体系，他是跟着窦林来写的。你不能把那个变成个这个就是马克思主义这样的体系。那恩格斯在反窦林的无疑是教了非常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很多重要原理都有，但是那个架构不等于这个就是恩格斯这里拉出来一套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架构出来了。恩格斯自己没有这么讲过，马克思也没有这么讲过，那他只是说他是阐述了很深刻的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的原理，而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那个体系，不是这么个意思，是吧？马克思讲他的这些唯物主义是叫世界的唯物主义，强调的行动，强调的世界。那如果是马克思认为要搞一个严密完整的这些体系，那在惠尔巴哈论稿以后几十年，为什么马克思不写了？如果建立这个体系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因为我们现在很多马克思这些讲，我跟他们观点不一样的。他说这个是灰色灰色造业的，不搞个严密体系体系。那我说马克思那个时候他为什么不写啊？那有一种说法，
马克思跟恩格斯是要分工的，恩格斯嘛是研究哲学，是反动理论啊，什么资本辩证化去来了，那马克思嘛研究资本论，我不知道这个好像是没有根据，这个是根据我们一些专家猜想出来的。如果但是我也这么想，如果你建立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再基本的东西，再基础的东西，马克思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道士，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他会丢掉基本的东西都不管去干吉他吗？那不可能的呀。那马克思后来干什么呢？写资本论，花了他大量时间。资本论是什么？资本论是研究资本主义现实社会的。那他写了很多当时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战略策略的很多书。他的关注的重点不是建立严密完整的哲学体系，而是关心工人阶级现实资本主义社会里面的工人阶级的命运，工人阶级的斗争。他把主要精力放在这些方面了，这个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里面最根本性的东西，那就是世界现实生活。这个同样呢在中国也是这样，我们在中国，我们这些领袖人物，特别是毛主席、毛泽东同志，我看毛主席的著作，我再受我感动的是什么呢？那不是他毛泽东事件的，说实话，那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等这些东西，我写得非常非常厚啊！你看每一个字都是有非常丰富的思想，正是因为他这些著作，当时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那是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至于毛泽东事件的当然是圆满的哲学著作，是作为一个总结，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他当时起在党内起重大作用的是这些东西。毛泽东事件的当时并没有发表，发表是解放以后发表的，是吧？那些呢是早就发表的，而且呢发表的话，因为呢那个毛泽东事件是当时他在延安的一个讲话，延安讲话的稿子跟后来现在我们看到的稿子不一样的。那个毛主席发展这个在哲学上的研究呢，有一个人与他关系非常密切，也是你们过去长期在武汉的李大，你们知道啊？我上第一堂哲学课就是李大上的，这已经卖老子个了。因为我五零年上大学，五零年我也到五三年我在湖南大学，当时五零年我到五三年，李大是湖南大学的校长，他亲自上课，上哲学课。那个时代呢？李大跟毛主席呢关系非常密切，当时不是搞思想改造嘛，悄悄地把那个毛主席跟李大的信呢都给他展览出来，我们都看到了，他不叫他李大的霍明星怎么的，那个写了很多信，我们当时都看到，李大呢也跟我们讲了，那个李大不是写了个世界论解说吗？你们看了个吧，就是五零年、五一年的世界论刚刚发表的时候，李大写那个世界论解说，后来也写那个毛泽东解说，这个他写好以后都给毛主席看了。李大当签书了，他说我这样想搞你们，搞通你的毛泽东思想。当时毛主席跟他讲，哎，他说你不要这么讲了，他说我这个东西全是你那里卖来的，就全是卖你的。因为李大那时候写了个社会学大纲。就三十年代的时候写的，还是我这些东西全是你那里来的。这个他后来你看他在延安做的那个报告呢，的确与后来发表的呢有很大差别。可能毛主席这个话呢也还是符合一点的事实。就后来在中间解放以后嘛，有很多秘书帮他写啊，他自己嘛也好也整理了，当时就比较完整了呢。但是在战争时代，那个时候不允许他有那么多时间专门去写这种书，
那是关于中国这个革命战争战略问题，不然是人民运动考察等等那些的毛线的那些东西，都是当时在现实的问题，你不写就是不行，要解决实际问题。这些著作从现在来看，那的确是闪烁着思想火花。我每看一次，我都感到很感动。这个不是说假话，但是我看毛泽东的事迹呢，我还没有那个感情。我看热血可以，就为什么呢？就是接近生活的，这个完全切合中国的现实问题啊，是吧？忙到后来为什么呢？他不是去学那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他没有干这些，而是资本论呢？新资本论解决多大问题啊？帮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啊！直到现在，资本论是一个那个无价的。源远无价的资产，是吧？道理就在这条。所以这个呢，我认为呢，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再根本问题就是对于现实生活世界的关注，这个是一个总的观点。至于怎么样关注，怎么样觉得去讲，那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讲，那文章可以要做很多很多篇的，需要很多很多人去做去努力。我们老头子根本干不了什么事，就我自己有这么些想法，是吧？所以从这个如果是这个判断是对的话呢，那我想呢，我也可能还有一点的资格说，我对西方这些还懂一点，还学了那么多年，这些西方哲学家的一个根本思想，在这一点上，我觉得跟马克思是并不是根本对立的，而是比较一致。所以我说他们殊途同归了，但是由于政治原因呢，双方误会了。有很多误会，是吧？这个我的意思说，不是说不要划清界限，有不同，有原则区别，但是在超越近代哲学上，在关心现实生活上，它有共同的地方。那如果我们把西方哲学、现代哲学说得一塌糊涂，哲学又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又是那个社会精神的体现，那我们怎么解释这个一百多年呢？西方为什么资本主义还那么大的发展，而且还比我们发展的好呢？那过去我做老师的时候嘛，很多学生提这个问题啊，那我不敢回答呀。你教我怎么回答话？那当时教学都这样，但是我现在我可以回答，为什么呢？我经过那些研究，有很多一个时代不同了，我们政治上比较开放了。另外，我比光当时也比那个年轻时代也成熟了。我看了一些书嘛，做了一些研究啊，我可以敢讲这个话了，就比较有比较有些根据来讲了。所以我在我研究的从研究几十年西方哲学家的，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家的，我觉得他们有个共同的趋势，对于现实生活关注，改变实际问题，不是把哲学变成一个教条，而是解决现实问题的一种理论。啊，这个在美国哲学里面特别表现的明显，而美国哲学里面的实用主义呢？要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个事情比我明天谈，今天就谈这里好吧？我就乱扯啊。具有那种比较大的合理性、客观性了，谢谢。这个呢，就涉及到学习西方哲学的方式了。学习西方哲学的方式呢，我刚才讲了有几种方式，我觉得这并行不悖的。一种呢，比如说我研究海德格，我们现在把它叫做我们要很时髦一种研究，叫做海啸。就是海啸，这海德格变成一种时髦了。我专门研究海德格，有的人呢专门研究现象学，这个我们年轻一代里面这个有的是，这方面的表现都有，研究都相当不错，是吧？这种研究需不需要？非常需要。
如果你不研究透，你不知道海德格叫什么，不知道那个胡塞尔思想是什么，你有什么权利来对他们做去评论呢？所以这在这一点上呢，对每一个具体的西方哲学，我刚才也看了，要做具体的研究，要做具体的分析，是说这个呢不是一个人所能做到的，要整个哲学界的力量来分工合作来做这方面的工作，这个是一种方式。另外一个方式呢，要在这个具体研究的基础上，把具体研究跟一般的征获呢结合起来，把不同的哲学家、不同的国家的哲学家做比较，做比较研究，看看这个哲学家他与其他哲学家是处于一个什么关系。我一般的话呢，我是比较强调这种研究方式，就是在我带博士生的时候呢，我说你们写博士论文呢，你别某一个人他写亚斯贝斯，我说亚斯贝斯是当然了，这个人德国人大概都知道，还蛮有名气，那你就要搞清楚亚斯贝斯是怎么来的，背景来的，亚斯贝斯的思想跟其他的跟海德格及他们他不同的地方是什么，相同的地方是什么。亚斯贝尔斯他作为一个那种呢强调人文哲学的人，他跟分析哲学家又有什么关系？你要把从这种角度来，从不同的层次来突出你这个亚斯贝尔斯，这样的人家看见的亚斯贝尔斯的哦，这个是个豁能会心的亚斯贝尔斯了，我比较灵活了，就比较豁了。如果我只就亚斯贝尔斯本人写，我不涉及到任何跟其他人的关系，人家跑到你去的话，那我看你在干什么？我就看亚瑟贝尔斯的书去，我不看你，是吧？你这样呢，这样的话你就不能透去他这个真实思想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呢，在研究西方哲学的时候，要把不同国家不同的代表人物彼此之间要做一些比较研究，看看他们是究竟怎么样体现他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的，看看他们的基本哲学倾向是什么的，是吧？这工作呢是很复杂，但是不是不可以做的。比如有的人写书写的很多，我举个简单例子，有个人叫胡克，你们知道吧？这个人还跟我还有一段交情，所谓一段交情，可能我不是借他的名来夸来说自己好，他是个很老前辈。他这个八九年以前，因为他在那个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我们一次是批他批得一塌糊涂的，反跟老手，我也写个文章批判他的，这个把他骂得一塌糊涂的。这个后来我们开实验主义讨论会的，我突然想起来，我说这个人脱离成性，这样的话我把他所有的书来，基本上所有的书我都找来看了一下，还给你看看，我就想这个人怎么的，有点像我们按我们现在的标准说，这个人那个修行不重。为什么呢？他这一本书里面写的跟那本书里面写的写来写去呢，都差不多，这个基本上就是那么几个观点，在不同的书呢都写到，是吧？所以这样后来我就跟我们的学生讲了，你看书的话呢，我不在于你看了多少，你看譬如假定说胡克写了20本书，你是不是20本书你都要看？我看你不必，你找一本有代表性的书，你好好看一本有代表性的书，他基本上的观点他都基本上都能看出来了。你看了那么多，有时候呢他不接得了，看一本代表性的人和其他的呢，你还原一下就可以了，还原可以了。这个呢，这个从个人研究的说的是这样。另外呢，对不同的人呢也是，你比较他一下，比如说那个实验主义哲学家皮尔斯·詹姆斯·德韦以及当代的诗人，他的确有很大不一样的，而且区别很大的。那我怎么样去找他共同东西呢？我必须找到他共同的东西。所以我个人的研究的一个比较我关注的东西呢，在每一个哲学家我要找他根本观点在哪，在什么地方，他的书我大体上我都要看一看的，但是我不会跟着他跑的，不会完全跟着他跑的。只要因为因为一个人的观点他前后时间有很多变化，有的东西重要，有的东西不重要，我要抓住他是构成他这个人在哲学上有很有名的再有名的那些观点的他有贡献的那些东西，
然后呢，不同的人呢，你对他做去比较，再再去比较了以后呢，你就可以看出一个整个西方哲学发展的一种趋势出来。我觉得这种研究呢，还是比较重要的。那西方也有些人他在干这方面的研究，譬如说你们大家都知道那个罗蒂，你们知道吧？罗蒂嘛，去年到中国来了，是今年还是去年？去年他而且他原来在复旦大学待两天的，现在好结果待了一个礼拜。这我什么的，本来还去浙大的，浙大后来没去，就一直待在复旦。所以我们交谈的机会就比较的多。他就起头呢，我们现在一般把他作为后现代主义啊，怎么的，是吧？实际上他这个人呢是比较随便的，他就起头在英美哲学与大陆哲学之间呢找共同点，找共同的趋势。像他这类哲学家的情况还有很多，尽管罗迪本人的哲学观点很多人不以为然，但是他做这方面的工作是很有价值的。在西方哲学家里面有这么一些人，我个人呢也是主张认为这方面的工作应当做。如果我们只停留在某一个流派、某一个人的观点，我们不对于西方哲学的整据，对他整个发展趋势，你就不可能有把握。不可能把握的话呢，你反过来说呢，也不利于你对个别人的理解，是吧？所以说，我观点讲呢，我提，我上面讲讲的观点，说，西方这些近现代转型之所以敢于这样做的话呢，也正是对于一些再主要的流派，一些再主要的人物，基本上我都摸了一片人后才讲的。这个，如果你要从时间开始的话，那可以说从60年代一直到80年代20-30年代，是才有我才敢于讲几句话。如果再过那个前几事情，我根本不敢讲。明明知道这个有问题，但是也不敢讲。到后来比较有把握才能讲。但即使到现在，也不能说我就很有把握了。很多方面我也没有研究，还要接受研究。那这个技术研究，我现在也老了，干不了多少事了，是希望年轻的一代呢，在这方面呢多做研究。教授你好，我不是读哲学的，我是一个哲学的门外汉，但是对哲学很感兴趣。就是您刚才说到的是现在很多哲学家，还有包括马克思恩格斯方面都很注意去研究现实问题，但是从您刚才这一路讲下来，我感觉到好像我们中国的学者都是在研究马克思列宁，还有什么西方哲学都是在研究他们的，好像不知道有没有去研究我们中国国内的当前这些问题。我们回到中国这个现实来，尤其对我们现在在座的各位很是有些激进的年轻人来说，很是矛盾重重。用一句我在报上看到的话说，是中国进入了一个矛盾快速积累的时期。对这些问题我们有时候很是困惑，但是我们得到答案就是说，中国社会正在转型，这是一个转型社会所必须面对的。那么我想请问一下，以你李教授您看来，以你知道的，是不是在我们中国有学者在哲学的高度去研究这些问题，有没有能够给我们一些答案大的说给我们一个解决当前这些矛盾的方案，或者第一个层次是给一些建议。我的问题就是这个，谢谢。你这个问题啊，我倒比较好答复。为什么呢？因为从中央领导来说，从中央从中宣部啊、教育部了，都是很关注现实问题的研究。不要看就看一个好了。现在不是有什么公关项目吗？不是搞公关，就是公，不是叫公关系啊，关键问题啊。那些所谓公关项目给的钱很多，一个项目就50万、80万，有的更多，都是关于现实问题的研究的。有这些问题，有经济问题，
他这个研究的重点就是摆在这些方面。这个好像是不已经是不好像从那个领导层或者从领导层意识形态一些主要的秀才的都是这么个倾向。但是我要补充一句叫什么呢，不是说研究现实问题就不要研究理论问题的，我们有很多理论问题没有解决，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就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比如说现实生活与世界这个观点究竟怎么样具体解释，这个观点这个现实生活与世界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他观点有什么关系，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究竟是应当怎么理解。那个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那个前年嘛，因为当时那个求是杂志就是过去的红旗了，代表中央的了，我跟他们有点关系，就是八十年代的时候我给他们写过个文章，写出来以后后来发表以后跟我写的完全两样，我就很生气，就后来叫我写文章我就不写了，后来个前几年也叫我写文章，我讲好条件，你按我的观点写，你能够接受我再写，你不能接受我就不写，后来他们同意了。你实际上你在我们我今天跟你们讲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这些跟西方这些的关系，就这些写过这篇文章，所以这些地方我跟他们关系就比较熟悉了，他们也能够接受我这个观点了。但是后来不久他们发表一篇文章，我就感到非常奇怪，这个人是一个领导，不是特别中央领导啊，但是也蛮大的，这个人我跟他个个人私人关系还蛮好，跟他很熟悉，每天开会都碰在一起，但是他是走得一塌糊涂的，因为他还是在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社会历史问题，而且是只能这样解释，除此以外的一切其他解释与我党的解释怎样宪法党章都是不符合的，引导党章引导宪法就发表在求是上面，这样来架势就大了，那我们这些年轻一辈的哲学家全反马克思主义了，那不就是我反吗？那后来我就打过电话，我说代表不代表你们的观点，他说这个不代表我们的观点，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个文章放在我们那个求是呢已经放了两年了，发不发两派意见，发了之后作为真名的文章发了。要说呢，像这种问题到现在还有一些人，他还是基本上还是按照斯大林在那连根老师师长二届那个理解马克思主义，他还是那么理解。那我刚才讲到的呢，我要他看看那个詹姆斯那个意识存在嘛的那个，就是指的这位老兄。就是，因为我跟你们，我每年都碰到他，那他就是明明在那里花几分钟就看着他也不看的，他就是坚持那个观点，是说明是个坚持传统观念的人呢，还存在，而且呢，还坚持的相当厉害，而这种观点呢，有些我们领导上不专门研究的呢，你可能还相信他们的，那这个问题就难了，所以呢，就需要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专家呢。要好好的实施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又要怎么样做到联系符合中国这个时代发展精神做些这方面的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才能解决。但是如果就是论事据谈实际问题，那这原则问题也还没有解决啊，我还要研究啊。你比如唯物史观观察就唯物史观只能是辩证唯物主义应用于历史唯物主义，那实际上如果你要找经典作家的根据的话呢，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讲过他们的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从来没有讲过，没有哪个书里面有这个话，然后他讲过世界的唯物主义，讲过辩证化，那个恩格斯再有典型意义的是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说，那讲马克思的两大贡献，一个是唯物史观，一个是剩余价值修说，那他是在那里就马克思的恩格斯就把马克思的这些就叫做唯物史观，那所以历史唯物主义呢是马克思主义的再重要的东西，
不能说是历史文体，就是辩证文体应运身为历史的领域。马克思应该是陈南斌这么讲过，所以这样的话，这有很多理论问题在马克思主义里面，这些人都是共产党员，而且都是党领导，这个事情就麻烦了，这个理解上要相差很大。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很多问题呢就还值得我们继续研究。那就是我刚才讲到的这位同志，应当说是个非常好的同志，党性很强。我不是故意讲的，他是想的不错，他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但是有些观点呢，跟其他人可能是不够开通，那这个就比较，所以这个就难了。所以理论问题呢，不是下一道命令了，或者哪一个阶段做到的，要进行很多的研究。那这个呢，就是要全国休息界，特别你们年轻一代啊，要多做努力了。老师您好，我也不是哲学院的学生，但是我对哲学有好奇和兴趣，所以说读了一些书啊，像大哲学家笛卡尔的书，他的《天生》里面有关于这个人类上上帝的存在以及这个精神和肉体的区别。哎，我读了之后，我感觉他对我有用的是他的观念，还有他的什么东西呢？我反正我很困惑，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古代的哲学有自己的发展过程，并且形成自己的体系。而现在我国的当代的哲学是不是在近代一百多年的西方文化的渗入和中国的古代哲学已经有了割断？是不是它中国当代的哲学是不是和我们中国古代的哲学还有那种一脉相承的关系？还有就是。从哲学的眼光，用哲学的眼光怎么看待这个四书五经？谢谢。啊，你这个问题倒是非常难回答。那个中国哲学跟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了。我没办法回答你，因为为什么呢？直到现在中国哲学界他们内部呢就有不同的回答。有的认为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说，中国没有哲学。主要就是哲学思维的方式呢，我个人认为呢，东西方是不一样的。中国有中国的哲学，西方有西方的哲学。你不能把西方哲学的模式拿过来解释中国哲学。所以因西方可以参考，但是你完全把西方哲学的架构来套中国哲学，这个唯物主义，那个唯心主义，那个变质化，那个形而上学，那中国哲学家他没有那种专门就是根本都没有。那你怎么说中国怎么有哲学了吗？所以还只能根据中国哲学的特点呢去研究中国的哲学，在这个过程之间呢，当然可以参考借鉴西方哲学，是可以借鉴。所以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中国哲学界里面专门研究的中国哲学界里面就有两派，就这个这一派认为中国哲学跟西方哲学本来是相通的，应当是一致的，也有的人根本就不一样的。那个过去赫格尔说中国没有哲学，我们很多人骂赫格尔骂得一塌糊涂，但是有些人说了，你从赫格尔的那个观点，从西方哲学那个架构的观点，那整个世面那种哲学，那他也没讲错啊。所以这个情况不同文化的背景它不一样的，文化的形态的不一样的，这个呢，所以我开始讲了，你比如说我们研究西方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呢？因为我们是生活在中国这个土地上。中国的传统文化呢比较复杂，你怎么样在这个土地上去研究西方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好几代人呢都现在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还要我当然没有办法回答你解决这个还有好好的研究的问题。你还有个问题什么？你开头提供的叫什么我忘了。我告诉你一个办法，有什么办法呢？这是不是我想的办法？恩格斯讲的。这我们这个时代要提高理论思维，会提高理论思维能力。提高理论思维的能力，他说，直到现在，去了休息哲学，免费的更好的手段。
你就把他这些东西的消息变成一个锻炼你的理论思维能力的过程，那个过程，你不要把他说的建议他说对了，说错了，他上帝存在不存在，那个如果你认知上帝不存在，对面有一个真教徒，他肯定要跟你骂，肯定要跟你争论，即使不跟你的干起来，他心里是不服的，这个肯定是不会他不会相信的。所以这种问题呢，我觉得呢，就不要跟他，不要去结交这个结论了。比如说，我是共产党员，我们这里有很多共产党党员，作为一个党员，我们当然要相信我们党所的主张，相信马克思主义。我不能是个教徒，我不能够相信基督教，不能什么的。但是我不能够要求一个非党的人，你就不能相信真教。他如果相信上帝存在，相信他那个，比如说这个他倒不见得去认证上帝存在，他那个认证是实际上就是过去有人认证过的，他并不是个神学家，那多了，那个这么去认证上帝存在的人多得不得了，那他有他们的市场，是吧？我们看他们的书，全当参考，锻炼我们，丰富我们的知识。那但是我们究竟相信什么东西？那不是看了那本书就算数的。顺便说一下，我的意思呢，就是对于这些真教徒、相信上帝的人，我们的共产党员千万不要歧视人家。这里面很多人是好人。那个灭到过美国的人不知道黑人实在糟糕，不争气。这个不是讲那个种族歧视了，因为黑人可能跟传统有关系啊，是比较懒散，那犯罪也比较多。这个可能有历史原因就不去讲它了。那个但是你要说现在美国有多少那个种族歧视就蛮难说，黑人有各种各样的特权，不然没有的。这个我整的一个感觉好像不是白人黑人怕白人，还是白人怕黑人。你这连那个网就是那个是明明是犯了罪的，那个克林都不敢碰他一下，那美国总统都怕。所以这个呢，说明是黑人的确是有些问题，这个呢是原因很深刻的，可能还是根子还在白人身上，这个问题很复杂。但是有一点我是觉得很奇怪，我在美国去参观过几次在教堂，黑人的教堂，黑人在教堂的虔诚得不得了，非常好。所以他在美国，在这个宗教在美国呢起了一种道德教化的作用。他们那里没有党委宣传部，也没有干政工的人，没有什么，但是这个道德一般相当好，靠什么？靠教会。那人呢，总归有一点信念的。你不能要求这些人都去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共产主义，但是他相信上帝。而上帝呢是有一种威严，这种威严呢对人呢有一种约束力。任何一种宗教，绝大部分的不是任何一种，是绝大部分宗教嘛，是教人行善的，要讲道德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我觉得是不应当，还是从社会意义来说，应当是还是有积极作用的，不要歧视。至于你讲的你要休息他那些东西的话，我觉得你完全可以看，你看圣经也好，看什么的也好，你增长知识嘛，这个完全可以。但是如果你的主业不是这方面，你这方面当然就不要花的特别多的时间，是吧？你修基建的，你还是看你基建去，是吧？这些当然做业余爱好，那你看就好了，也不要特别监狱这个东西。我们刘老师以72岁的高龄，今天晚上给我们做了精彩的报告。我们真是非常感谢刘老师。明天晚上刘老师在东九楼的D102做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杜威实用主义的报告。在东九的102，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参加。东九楼D102。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参与。